我通过 AI 机器人一共做了两百五十笔交易，总收益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六。这就是我过去两年多一直在研究的交易策略。 如果你跟我一样对交易感兴趣，那么你绝对不能错过它。这是一个让我赚到超过百分之八十收益率的超级策略。这种方法简直太棒了！你只需要一点点本金就能够产生巨大的利润。来看我这一笔十二天的交易，价格下跌百分之一，但我却利用 AI 机器人赚取超过百分之二十的收益。还有这些收益都是我从 AI 自动交易中赚到的。 更让我感到惊喜的是，我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了四百个人，他们中绝大部分都做出了远超预期的收益。他们中百分之九十的人完全是新手，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投资。现在呢，我想要再找一百名志愿者，把我的这套方法教给你。如果你感兴趣，我会向你直接演示如何设置起为你自动赚钱的 AI 机器人。第一次来到我频道的朋友，如果你对加密货币套利感兴趣，不妨先订阅一下我的油管频道。 代码和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会放在视频下面的简介中。更重要的，要订阅一下我的电报频道，这里会实时更新机器人最新代码和套利教程。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。接下来，我将演示一下以太坊机器人的部署方法。你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要准备好 Google 浏览器、MetaMask 钱包和机器人合约代码。打开 Google 浏览器，这里我们直接搜索 MetaMask。 第一个就是 MetaMask 的官网，它的网址是 MetaMask 点 io。我们点击 Download for Google，或者也可以直接点击第二个，这是 MetaMask 在谷歌浏览器中的 A P P S 的扩展程序。点击后同样到达扩展程序这个页面，点击添加至浏览器，添加扩展程序。右上角有个扩展程序，固定将钱包快捷键显示在菜单栏上，下载完成。 让我们开始吧。勾选，点击创建新钱包。我同意，设一个八位数的密码。勾选，创建新钱包。稍后提醒我。勾选，跳过下一步，完成。这样，MetaMask 钱包就已经添加完成了。这是我们的钱包地址，你可以点击复制查看地址。如果你的 MetaMask 已经配置好，那么下面我们就可以开始部署合约。 打开智能合约的官方编译网站 Remix，这个网址我会放到视频的正下方。首次进入，我们点击 Accept 接受，关闭欢迎词，点击第一个文件夹创建新文件，给它命一个名，比如 c o n t r a c t s o 一定要以点 s o 结尾。创建好之后，把我们准备好的代码全部复制粘贴进去，这个代码我也会放到视频的正下方。全部粘贴好之后，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。 我们找到代码的第六十三行，这里有一个地址，一定要把这个地址换成我们自己的钱包地址。更改好地址之后，点击左侧第三个图标，这里的版本我们选择零点六六，然后点击这个蓝色的 Compile Contract 编译按钮。您可以看到左侧第三个按钮上出现一个绿色的标记，这代表已经编译成功。下面选择第四个图标，第一个下拉菜单这里。 选择 Injected Provider MetaMask。K, 如果你在使用其他钱包，这里选择你正在使用的钱包即可。选好之后呢，我们使用需要给钱包里赚上一点 gas 费用，来完成智能合约的创建。转完之后呢，我们这里点击黄色的 Deploy 进行一个部署，勾选，点击 Confirm。这时会调用 MetaMask 来完成我们智能合约的创建。我们的机器人也是运行在这个智能合约当中。 这里有一个蓝色的提示建议的网站，点击进去后，我们选择这种绿色的，这里就变成了可能会在十五秒之内完成。点击确认就可以。然后在这里也会看到我们刚创建的合约地址，说明智能合约已经创建成功。下面需要向我们自己创建的智能合约中存入一些 ETH，作为机器人运行抢跑时的初始资金。如果存入的太少， 机器人无法获得套利空间，程序将无法运行。当然，存入的越多，可参与的交易的也就越多，相同时间内的利润也就越高。我们把我们创建的智能合约地址复制一下，点击 MetaMask，选择发送，把刚才复制的合约地址粘贴到上面。这里有我们往智能合约中存入的一百点八个 ETH。点击下一步，点击确定，稍微等待三到五秒。这里可以看到提示。 已经存入成功，点击最左侧这个红色的 Action 按钮，勾选，点击 Confirm 调用出来 MetaMask 钱包。这里还是一样，我们要手动修改一下 Gas 费，ay, 点击建议的网站，点击这个绿色的，这里变成了可能在十五秒以内，点击确定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绿色的对号，代表我们的机器人已经正式运行了。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钱包，我们可以看到我的钱包现在里面还有零点零四八 ETH。那么过一段时间，我们再来看一下余额。我们现在已经大约过了八个小时左右，我们看一下钱包的余额，可以看到现在里面是一百六十三点一个 ETH。可以看到我们的套利机器人的效率还是非常高的，收益主要由本金以及市场波动来决定，市场波动越大。 收益就会越高。那么视频中涉及到的代码和网址，我都放到视频的简介当中，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报频道，获取最新的合约代码。有什么问题，欢迎随时加我们的电报客服进行咨询。感谢观看。